正须弥山灵品第十三，这个显首菩萨说完了啊，前边这一品，现在是叫生须弥山灵品第十三。这个须弥山呢，在这个四大部洲的中间，它以这个金刚做它的基础，在海里边有84000游旬，到海的外边，到海的上边也有84000游旬，那么多。在这个须弥山的外边，又有这个铁壁山做须弥山的眷属。这个铁壁山的外边又有七重香水海围绕着这个须弥山。在佛经上常常讲到这个须弥山，可是啊，到现在今天这科学家也没有研究出来呀，这个须弥山是在什么地方。可是佛经上啊常常说的有这个须弥山。这个四王天呢是在这个须弥山的一半，刀立天呢是在这个须弥山顶上，所以这个须弥山呢都是天人居住的地方，或者圣人居住在这个须弥山上。那么须弥山呢有四层，每一层啊比每一层少一半。这个最下边这一层是16000游旬，这是第一层，从下边往上数。第二层呢就是8000游旬，第三层呢就是4000游旬，第三层是4000游旬，第四层呢就2000游旬，那么大的地方，那么大的面积。它也有啊四种的烟色，四种的宝的色，就金色、银色、金刚色，还有啊这个琉璃色，有这么四种的色，又有四层。须弥是梵语，翻译成中文叫妙高，妙高山。由这个妙高啊这两个字看呢，这个山是可有可无的，你有的时候可以看见，有的时候又看不见了，又没有了。你看见呢的时候也不见其顶，不知道这个山有多大。那么看不见的时候，这个山也并不是没有了，还是有，不过它是妙妙高，这是啊一切圣人所住的地方，所以叫妙高，谁也不能到这个山的顶上去，除非呀是仙人或者圣人才有这种的神通可以到这，所以叫妙高，就和
不是平常这个高，不是普通的这个高，啊，妙高，这个妙就是不可思议的一种境界。我们那个为什么它可有可无呢？这就譬喻啊，俺们这个人共高，俺们这人共高啊，这个就是个须弥山。但是你这共高啊，有的时候会有，有的时候又没有了，啊，有的时候又不共高了。共高的时候啊，就到这个刀立天上去，共高的顶到刀立天。不共高的时候呢，又没有了这须弥山，所以才说，俺们这共高啊，就是个须弥山。所以每一个人呢，有共高，就是有须弥山。啊，就是这个我慢，共高我慢，这个我见。佛呀，升到这个须弥山顶上去来说法。这就叫我们这个人呢，把这共高我慢的心呢，要改变了它，改变呢，没有那么多的共高我慢。佛呀，生在须弥山顶，他是不是像我们这个人呢？啊，就这么去了呢？不是。他不动本座，还是在那个菩提树下那个地方俨然入定。可是啊，他已经啊到达刀立天上去，在刀立天讲这个大华严这个大法。他怎么样去的呢？他是啊由这个化身去的，啊，这个报身呢还是在这儿入定的样子，所以叫不动本座，上身须弥。这须弥山顶就是那个山顶，这一品是属于第十三品。尔时如来威神力故，十方一切世界依似天下，阎浮提中细间如来坐于树下。在说完了前边这个贤首品这一会之后，所以说儿时就在这个时候，如来威神力故，这佛呀出城正脚啊，现出来啊这个大威神力这个缘故，十方一切世界，在这个须弥山呢，俺们这一个世界的须弥山，现在呀，这科学家就找不着了。这个十方世界有无量无边那么多的须弥山，每一个世界啊，每一个四天下都有一个须弥山，都有一个日月。俺们现在呀，这科学家只知道这个世界这个日月啊，在这个范围的外边呢他就找不着了。那么这一种啊道理，他怎么找不着了呢？就是智力，他的智慧的力量啊达不到那个境界了。俺们这个人呢，见到很多这个高山大岭，但是啊有的时候有云雾的时候，这个山呢你就看不见了。你明明知道那个地方有个山，但是也看不见了。你用什么方法望远镜啊，望着也望不见那个山了，啊，本来那个山不是没有了，你看不见了。那么十方世界呀，
也是这个样子。俺们在这个世界尚且有的时候就看不见了，所以到十方世界这隔的距离啊太远了，所以俺们这个一切的科学的智力啊都达不到，所以还没有发现呢其他的世界啊，其他的日月，其他的须弥山。但是啊这都是有的，因为这个虚空里边呢啊，你找不着这个边际啊，你找不着虚空的边际啊。那么既然找不到虚空的边际，那么虚空有多大你不知道啊。这心虚空变法界十方世界又有多少你还是不知道。就在啊这个地球上，有的时候你就啊这明明那个地方有一个大山啊，你就看不见了啊，你走到这个山的前边也看不见这个山啊，甚至于你到这个山的里边更看不见这个山的全体了啊，不知道这个山有多大了。所以啊有这种的道理证明啊，所以十方世界虽然是有，可是我们这个智力智慧的力量啊不够，不能啊明白这个十方世界这个境界。须弥山呢也就是这个样子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啊啊，在这个须弥山里边在这个须弥山里边看不见须弥山，就因为啊我们在这须弥山里边呢啊，好像那个一个蚂蚁在一个大船上啊，经过多少个大海他也不知道，那个船是多大，那个海多大啊。俺们在这个世界不知道这个须弥山多大，这个世界多大，也就好像那蚂蚁在那个船上一样的啊，或者在那个飞机上啊或者在每一个人的身上，他也不知道这个人的身体有多大啊。所以这个十方一切世界一四天下，每一个这个须弥山日月这一四天下间，在这个阎浮提都是在这个南瞻部洲里边，悉见汝来坐于树下啊，每一个众生啊，十方世界所有的众生啊，都看见呢佛在那个菩提树下那儿坐着呢。有什么问题没有啊？这个不是说的八万四千，这是说这个有四层，这个每一层并不是说多高，这就是那个上边那个平的地方有多大。不清楚啊。这个底下譬如这个是这个碟子，这是一层，这个桌子是一层，这个碟子又是一层，这个上面这又一层，一层一层的，就是一层那个上边那个好像一个台都那么大，并不是说它高矮，没有说它高矮，那不是说高，那是说广，上边比每一层小一半，每一层比每一层小一半，是16尺啊，16尺这么四方的，赶上面那层呢就是8尺了，在这个上面这层呢就是4尺了，在上面这层就是2尺，这么说小的你就会懂了，不要说大的。现在懂了吗？嗯，并不是那个高，须弥山有4层。